家好，我叫肖凯文，很忙，时常忘记浇水，不用担心。今天我就教大家怎么做一个会自动浇水的塑料瓶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一个大的塑料瓶，插几个洞，穿线进去，哒哒就好啦。今天我带来的这个植物呢，是摇钱树。为什么它叫摇钱树呢？因为它的叶子圆圆扁扁，就像硬币一样，所以人们都叫它摇钱树。如果你种下了摇钱树，它就会变成你的招财树。 Money Money Come， 它也会带给你好运。 Money Money Home。 第二个好处呢，它会带给你新鲜的空气，有了新鲜的空气，心情就会变好，也会变健康。谢谢。